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接下来就会来实做简单的萝卜糕美食料理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做什么？泡菜猪肉萝卜糕这样。那这个会很难吗？不会，这蛮简易的。那家里好做？好做，好做。那这个考试炉就可以。对，爆浆一下，真的这样。说再加泡菜。最后再放松掉，它收干一点。那个萝卜糕煎蛋，我们会先稍微煎一下。煎一的不要放松一下。三样简易萝卜糕料理完成：猪肉泡菜萝卜糕、萝卜糕煎蛋，还有龟鸭汤。尽管烤。左山去右山，买个甜甜圈。你是我的姐妹，都比一人。泡菜这个就不用蘸酱。因为它本身味道就很够，可是你因为是重口味，所以我又特别帮你旁边放辣豆瓣，再不够还有辣。那这个直接泡菜炒就好了。对啊，连我不会做菜的人都会。哎呦，刚刚我们师傅煎的时间其实没有很久。其实是熟了，它已经对对对，它只要是热就。这个等于它的原味了啊，你看看。一点点味都做够呀，都唔免加什么调味料，要加的话也可以。这个，萝卜糕买的时候就有附这个，有大中小都有附。Come on， 看左边看右边看，我吃一边熬夜。看我坐在最前面，爱到了饭店。去过多了呀。对对，它这个汤啊，调味是最普通的盐汤，就是盐汤，它还有椒盐。你放了几勺椒盐？来静一下，静一下。这里是直播，对直播。没关系啦，是吧？明天的，你旁边要写啊。未成年18岁，不得饮酒。这样子，啊，你知道这怎么做吗？啊，就这样子啊。比较，不要，不要大杯那只，很像比较便宜，是不是？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韩国的章鱼。这样比较好，这样比较好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准备的就是模仿台湾口音进阶法。上次解释的那5分钟的影片，其实受大家的最大最大的关心，所以我今天为大家准备了第2集。我敢保证，如果你今天看完这部影片，身为一个最台的韩国 YouTube， 你就可以变台湾人。OK。你要跟着我来哦，你不能放弃哦，你要看到底哦 ，OK 吗？第一个的话就是，我上次有告诉大家，台湾人的发音比较模糊，比较不清楚。来，我告诉大家哪几个单字好了，然后，对呀，对啊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啊，你知道这怎么做吗？啊，就这样子啊，比较，不要，不要大杯那只，很像比较便宜，是不是？这种。这种东西在外面卖才100块而已。现在，你现在就可以去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第二个就是装圣旨，装圣旨一下，这些装圣旨你要都把它背下来啊。咦？好哟。第三个，
来告诉别人东西的时候呢，台湾人不会讲我今天去了公园看到了一只很可爱的狗狗，他们都不会讲着说，他们都会在前面加我跟你说我今天在公园看到超可爱的狗狗，赶快去看，等一下去看，快点。四个，这是所有的台湾女生很习惯用的词。真的假的？好夸张哦。有欸有欸，你看他讲中文超台，有欸有，笑死。哇，真的超好笑，我真的笑死。我连财管被当欸，我傻眼，怎么可能？老师也太坏了吧。来，台湾人跟你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知道台湾人没有在关心，他完全不在乎你在干嘛，就是哦嗦，他听起来是很像哦嗦，可是他其实不是哦嗦，其实是哦是哦，哦是哦。哎，我今天看到超可爱的狗狗，哦嗦。然后呢，如果你不确定，你不确定一件事情的话，你可以讲完那句话，然后在后面加一个有魔力的一个词，你就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不确定的一句话。我们今天要七点约。打开，我们是三个麻瓜，我是章鱼，小兵，小爱，这里是 VS Media。想要更多人看见你吗？欢迎来投稿，投稿连接赞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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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爸爸。然后这个的话，我是跟所有的教授、跟所有的计程车司机学的台式国语，是台式国语，国语，国语。凤梨，凤梨。肥皂，肥皂。竞争，竞争。舒服，舒服。嗯。哎，如果你在台湾身为一个外国人，知道几句台语的话，大家都会 ，Oh my god， 你会讲台语？是，你只要学几个单字而已，其实不需要很多。你做 PPT 好了好吗？你会讲台语，你会讲台语，他会讲台语，会讲台语哎、欸， okay. 他会讲台语，很台哎、欸，哇，对啊。然后呢，韩国人不要再用厉害，你不要再讲哦，你好厉害，好强哦，好好很好很棒，不要再讲这种东西，你直接讲你中文好屌哦，你才屌吧。好，最后来告诉大家，只要讲这一个字，全台湾的大家看到你讲中文的时候都会说。你怎么知道这个词？台湾人开心、难过、吓到、兴奋、可惜、生气的时候都会用这个词，就是你开心的时候，哈，你上台大了，真假的？难过的时候，干，真假的？对不起，吓到的时候，兴奋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们可以做到 ，Oh my god！生气的时候，干，你能不能认真点啊？哈，我们不是在开会吗？在干嘛？可惜的时候，你没有上台大哦，没关系啊，成大最厉害。台湾人讲话句首跟句尾都会很常讲对，比如说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韩国的章鱼。对，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东西就是对，没错，对对。我告诉大家如何变台湾的绿茶婊，茶婊非常的简单，就是呢，你把你的口音讲高音一点，然后呢，你要跟旁边的男生，如果假如说这是那旁边男生，你就要打他这样子，这样子，你要这样打，你不能这样打，你不能这样打，你要。然后你要讲一句讨厌，讨厌，你不能讲啊讨厌，你不能讲讨厌，讲讨厌真的是你真的讨厌他，你要讲啊讨厌，讨厌，要有一点点你的韩文口音，你的韩文口音的那种协助，你要一点点的韩文口音的协助，你就可以编成台湾的绿茶婊。哈，你怎么这样？我真心对不起大家。好傻呀，老人家讨厌。大家今天我的分享如何呢？我现在有点丢脸到想要躲到一个地方去。来，大家今天的分享如何呢？我是不是变得更台了呢？我是被他变成全台湾最台的外国 YouTuber 呢？耶耶耶耶！来，大家如果支持我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留言、订阅、分享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